台北马拉松这礼拜就即将登场啦！今天我们准备来抢先报道一下，带你们来看一下台北马拉松博览会 EXPO 会场到底有什么必逛摊位吧。Go 走！其实你出捷运站之后啊，沿路地标都有贴着标示，你只要跟着标示走，一定不会走失哦。我们往那个方向继续走 ，Go！ 这里就是台北马拉松 EXPO 会场啊。那这次呢，你要入场非常简单。如果你是选手，只要拿着你的回执单就可以进去；如果你是一般民众想来参观，只要拿出手机扫官方 LINE APP 就可以进去哦。走吧！哇塞，这次规模超大哎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有什么必逛摊位吧。一进来就看到超级多摊位，那我们先去跑者报道区看一下到底在哪吧。所以一进来就会看到后面这边就是跑者报道区啦。所以当你这边报道完啊，你就可以开始逛超级多摊位。看这边，就是这次官方赞助商所有的摊位啊。好，所以你报道完呢，往前一点就可以看到这次非常贴心，他有帮大家准备全马的配速手环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自己配速非常不稳定的话，你可以来这边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配速手环哦。报道完呢，你可以在旁边检查一下你的晶片有没有问题，都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准备到下一站，先去北港朝天宫祈求一下我们明天的成绩可以破 PB 吧 ，Go！哇塞，走到前面这边就是北港朝天宫的摊位，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主办单位直接把北港朝天宫搬来。那刚你报道完，你就可以来朝天宫这边祈求一下，你明天的成绩可以破 PB。而且他们这次特别还有一个寡伯人人有奖的活动，听说寡伯最大奖可以拿到妈祖的邮票哦，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参加。继续往前逛。好，当你求完你的 PB OK 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往前看，就是这是台北马拉松官方的纪念品区啦。所以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支影片的人，我拍了很多台北马官方商品开箱，有兴趣的话现场可以购买哦。而且那件限量的灰色 T 恤就这边有卖，带大家看。看到这边就是非常非常多台北马官方的限定商品啦，不管你是毛巾、水壶，甚至是现场才有贩售的这件灰色 T 恤，超好看。也只有这边有贩售哦，所以记得拜拜完朝天宫，求完 PB 之后，一定要来这些摊逛逛。OK， 我们就下摊。好，当你买完官方贩售的商品区之后啊，这边也就是大会的会场啦。那大会会场这次也安排非常非常多的关于跑者的演讲，如果你时间 OK 的话，你可以来这个会场听哦。然后继续往前走，也就是这次的官方活动体验区啊。那官方活动体验区呢，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体验活动可以在这边尝试。看后面，如果这三天的时间你有适合你的时段，也欢迎来现场体验一些现场展出厂商的一些现场体验小活动哦。OK， 那带大家看完一些官方的活动之后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设摊的摊位有哪一些吧。这台湾精品又来参展，看起来像电竞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你们一定要看你们的后面。这是Garmin摊位，也太大了吧？看一下。全部都是Garmin的东西耶，超级大，而且这是现场这边有超级多的新表展示，我觉得大家有空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各个年份各个跑表，因为我觉得Garmin对于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密不可分的品牌，一定要来逛逛。下一站这边看到的是 LP， 非常多护具的品牌，很酷，而且他们就是展场也超级漂亮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那接下来到这一摊呢，就是我自己跑团非常跟他们有密切合作，他们有非常非常多路跑相当适合的工具哦。举例像是弹力带啊、冰敷带，一些各项跑者会用的东西，这边都有卖。如果有兴趣，赶快来买哦。重点是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，来这边报我的名字有一点点优惠哦。好，我们到下一摊去吧。Rocktab 又来，如果你有防护肌贴的一些需求，可以来 Rocktab。然后再往前走，也有看到 Amino Vital。我这次去比 Hutu Coast 的比赛啊，就吃了非常多 Amino Vital 的产品，我觉得这间也超棒，一定要来买。它对于你在跑马拉松当中会非常非常有帮助哦。接下来这个摊位就是 Compress Pro 啦。那最近非常多人一直在问我有关于路跑腰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路跑腰带超推，它戴上去之后超好用，可以装超多补给。如果有兴趣，记得来这个摊位哦。后面这里 Xterra 也是最近非常火红的越野三铁的品牌。然后再往前看，太有梗了吧！一定要看这个，这不是最近很红的一个贴纸吗？好 ，Sharperman 也是非常多有关于跑者的装备都可以这边买到，也欢迎大家来找他们。尤其是他们有一些滚筒的产品，我觉得非常好用。接下来这一摊 Cedars， 还有一些2XU Hoka One One， 我觉得是很棒，很多跑者会很喜欢的品牌。现场也蛮多活动的，大家应该可以来逛逛。周廷印这一摊也非常厉害，这个摊位呢是特别赞助周廷义的一个摊位，它是非常多有关于运动营养啊、运动医学相关的东西，而且现场还有提供你只要在粉丝团按赞就可以试喝这样的能量饮料，推荐大家一定要来逛逛。接下来这摊，如果你在比赛前脚非常酸，
欢迎来这边可以体验哦。而且他这两次听说邀请到了陈冠宇跟杨俊翰来当一日店长，如果你有兴趣，赶快来这边，或许可以碰到张家哲哦。哎，万金石马拉松又来参展，很酷哎。明天来逛逛他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跟大家说，当你来比赛会场的时候，一定要来国手会的摊位，因为国手会这次特别由正男人文创商行赞助了100件背心，卖出去的所得全部都会捐给选手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做公益的地方。买一跑一还可以帮助到运动员，非常好，所以一定要来逛国手会，推推。接下来这摊也非常推荐大家来逛，就是泰肯啊。泰肯这次也推出超多台北马限定的一些产品，而且这次只要买满额就赠送这个袋子哦，我觉得超好看的。然后泰肯对面啊，也就是720啊，这是720的摊位，我来当一日店长的时间啊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礼拜五欢迎大家一起来720的摊位找我哦。那720对面也是跑者相当熟悉的，就是运动笔记啊。运动笔记这次也推出非常多相关于跑者一些客制化的服务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赶快来找运动笔记。那运动笔记对面呢，也就是晋级镜啦。如果你有一些补给相关需求，晋级镜也很推大家来哦。而且这次大会只要加入官方 LINE at 大会证明书，这边就可以在线上抽出华信航空的机票哦。希望我可以抽到，大家不要跟我抢，记得来这边加入 LINE at 好友才有抽奖哦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特别提早来帮大家开箱有关于这次台北马拉松博览会 Expo 会场有什么必逛跟我必推的摊位啦。希望你们来 Expo 的时候，如果遇到我，不要吝啬跟我打招呼，还可以一起拍照哦。那我们就期待我们在 Expo 相见啦。那如果 Expo 你不会来的话，台北马拉松我们赛场见。